说到来是日文消息，中现台湾北管戏剧的情况，中华关文化局将要在7月16日以及23日、24日这三天举办台湾北管戏剧音乐节，内容包括西京王爷千秋节以及元旦斗斗的北管排场大会等活动，邀请全国的乡亲做伙来参与斗地滚滚的北管音乐会，来体验北管人的热情甲音乐戏剧艺术。闹热的北管排场是要来预告16日这个礼拜六要伫南北管音乐戏剧馆登场的台湾北管戏剧音乐节。咱6月24日是咱西京王爷圣诞千秋的节，所以呢，咱这个北管戏曲音乐节呢，选伫伊的生日的这左右来举办是上适合的哈。传承北管戏曲文化，文化局北管实验乐团的成员当中有不少青少年朋友，除了学生，也有社会人士因为兴趣来加入。我们家外面就是有北管，然后我就觉得蛮有趣的，然后就去学了。对这东西蛮有兴趣的。你觉得它最难的地方在哪？要记那个拍数，然后不能出错。对，觉得很有挑战性。然后又感兴趣。你觉得它最难的地方在哪边？就是要跟别人合作，然后要有节奏感。我们社区那边有一个公庙，它就是我们有一个北管，是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后来因为一些事情，然后就停止了。然后在90几年的时候复管，我们在。住在附近就去参加。出席记者会的中华市长林世贤也讲，北管戏剧甲中华南瑶宫有非常大的关系，真侪百年历史的关格，就是南瑶宫妈祖的祖先关格。咱这间隔，咱的这个传统戏剧，然后跟宗教有真密切的关系，所以伫遮再次感谢咱所有遮的老师哦。好，我今天感到非常欣慰的，一进来就看到我们的国中生啊、高中生都已经传承的这些重要的我们的传统文化。文化局表示，中现台湾北管戏剧的盛况，台湾北管戏剧音乐节是一场无分年龄、适合全民共同参与的活动。7月16日甲23日、24日这三天，欢迎乡亲做伙来斗热闹。大众新闻中向中华采访报道。